行程式，那这五行程式我讲过哦，前两行是让它切换清单，后面三行的话是让它触发那个事件，因为你要 run 哦，它才能够把资料重新又把它调出来。所以哦，前两行是，所以把这五行吧 ，Ctrl C， 然后把它放到刚刚的那个程式里面的哪个地方呢？把它降雨量嘛，把它贴到这一段哦，下载气温的这边哦，改成下载降雨量里面的这个等待几秒钟的下面这里，这里哦 ，OK 哦，所以哦，那这两行哦是切换清单。这三行呢是让这个清单能够触发，让它可以 work， 它才会把资料抓下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 run 哦，其实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假设不太清楚的话，你可以把我云端上面的程式复制贴上来都没关系。然后我建议你可以按 F8 的话呢就是逐行跑，它可以慢慢跑。OK， 到这个网站先停五秒钟，然后一样呢去抓什么？抓这一个有没有？get element by ID， 哎，特别注意哦，我们刚刚是什么 ？by 什么呢 ？by tag name 有没有？你会发现，其实这边的话，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get element by ID， 前面是tag name， 那另外的话，特别注意 ID 只会有一个，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 element 加 s 有没有？这边不会有 s， 因为只会有一个 ，ID 不会重复哦。OK。那你想说，老师你为什么不用 tag name 啊，你用 ID 啊？其实当然你也可以用 tag name， 只是说你用 tag name 的话非常麻烦。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按右键有没有检查一下？那这个东西呢，它会出现在哪里呢？在这里 select。那如果说我今天我用那个什么呢 select 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 select 点两下嘛，Ctrl C。再 Ctrl F， 寻找这个什么，这个 slash 前面加一个小于符号。那在这个网页里面的话，就会告诉你说总共有七个。这个网页里面它这个标签名称有七个。那第一个在哪里呢？第一个在这里。这个常是一个注解吧，那这个第二个，第三个。所以其实如果你用第几个也可以啦，只是说第几个？这个是县市，这个不对。这个是这个是结束符号哦。那这个是第五个，这第六个 location， 不，这也不对。这个 location 是地理位置，在这里，这个是第七个。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用 by tag name 可以做到。可是如果你用 tag name 麻烦是你要先做刚刚讲的动作啦。OK， 就是你要先找第七个，所以其实如果你用 tag name 的话，那你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改成如果你用 by tag name， 我这边先注解一下，这边先假设我这一行注解，如果你用 tag name 的话，那你的写法就是用这个来参考，你可以什么？假设一样是叫 LIS， 然后呢，去 IE 的物件里面找这个 tag name， 那 tag name 的话呢叫 select。就刚刚那个名称 select，OK 哈，但是记得你要找的是第七个，那因为呢它从零开始，所以应该是说输入了六，意思是说我要找到是最后一个，这样其实也可以哦 ，OK 写，如果你写这样也可以啦，可是如果你写这样的话，麻烦的地方就是你要先去找有没有寻放一下，然后才知道第几个。可是如果你不想要这么麻烦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刚刚的那种写法改成什么，因为我就看到你有 ID 了嘛，那我干脆用 ID 来抓就好了，我就不用再去算第几个了吧。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如果将来你那个标签后面有一个叫 ID 等于什么的话，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就不需要去算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呢，你可以把上面这个改成下面这个的话改成上面这个 ，OK 哈，所以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这个方式的话，我觉得但前提是你那个网页里面刚好要有 ID 如果你那个你的标签后面没有 ID， 那也不能这样用了。OK，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针对
实际上看到的状况去做一些调整。OK 哈，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理解吧？好，然后让它可以 work 一下，哎，把它切到第九个。等等，这个再让它跑一下。list 好，第九个。那目前 IE 没看到，我把 IE 调出来了。IE 如果它调出来的话，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 visible 等于 true 的话，就输入一，哦，就出来了。OK，IE 其实我是把那一行关掉了，就是它要显示出来哈。那目前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一行跑完之后的话哦，那就会被切到，本来是在哪里？本来是在气温嘛，它就会因为这样关系。这里这个地方的话哈，这个做完呢就会切到气温了，啊不，干，切到降雨量了，更正一下哈。那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底下的资料有没有 work？ 哎，底下的资料 15.4 降雨量有这么低吗？哦，其实是因为它只有什么，这两行只有切这个动作。那如果真的要让底下资料变更的话，就要靠底下这三行了。这三行的话，第一个哦，要怎么样呢？建一个 event 就事件，什么事件呢？当它切换的时候要能够动哦 ，OK， 它动什么地方动？就是这个 event 啊，这个事件就是当这个下拉清单呢发生改变的时候 ，change 嘛哈，然后呢让它去 dispunch， 就是让它去 work 一下，让它去有点像真的让这个地方的清单变动之后把资料抓回来，所以最重要是这一行，哦，有没有？把这个哦，这个 LIS 就上面这个物件哦，让它去动一下这个事件，有没有？有点像这个是主词啦，这个是动词，做这件事情。OK， 好 ，dispunch， 有没有发现？当你执行这一行之后啊，有没有看到底下的结果呢？马上就按照你现在这个的清单变动而改变资料了，有没有？那这个动作呢，哈，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哈，如果你今天是用那个 Python 来做的话，哇，那非常非常麻烦。因为 Python 的话哦，里面还要再用另外一个套件，叫什么 Selenium 吧，哦，那真的非常麻烦。我发现如果用 VBA 的 IE 物件哦，简单很多哎。OK， 所以蛮推荐，简单又好用，好，哦，用不用学？暂时如果你不想要。去花很多时间学 Python 的话，其实先把这个做好，其实够你爬的啦。所以你说网络爬虫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叫你去学 Python 啊？主要原因是因为网络上大部分人分享的比较多。哦，啊，这个为什么没有人分享？因为没有人会用。OK， 所以跟各位讲哦，这个程式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哦，也就是说，其实我花蛮多时间的啦。哦，我花很多力气把它写出来，免费的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其实说，所以这边人说，才会有人会这样做啦。啊，如果说网络上没有分享，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做的话，那就不会有人想要这样用了，因为此路不通嘛。OK 哈，哦，所以啊，这个方法的话，在云端上面都有，那五行贴上来就 OK 了。那也就是说啦哈。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把网络上面的这些清单的所有的资料一个下载之后呢，哈，就下载到一个工作表，一个工作表，那就上个礼拜最后讲的。不过相对的，真的还蛮复杂的。为什么？因为已经又是什么，又要下载资料，然后又要切换清单，然后又要在那个 Excel 里面要新增工作表，有没有？然后把资料放上去，哇，那真的有点难度哦。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这么难的东西你也做得出来，那表示你真的是厉害了。可是如果你做完之后的话，很方便的，有没有？所有资料哈，虽然都在网络上，但是实际上两下就直接就到你的 Excel 了。OK 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就大概这些啊，其他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所以我把它全部执行。好，执行完之后的话，你会发现资料呢就全部都在这里了。OK， 好，哦，有没有？这个是降雨量部分。那如果有气温有降雨量的话，那其实我们要绘制那个组合图的部分，哎，就不需要哈，哦，就是手动来了。所以啊，后续如果你今天希望什么，把气温这边有了，有没有？然后呢，
这边降雨量也有了。那如果说我要批次绘制什么，之前讲过的淡水一个组合图，安部一个组合图，哎，那就可以自动全部画完了。哦 ，OK， 所以细节部分的话，可能后面延伸，也许请各位试做看看吧，哈、哦。啊，另外的话呢，如果想要怎么样，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清单的啊、哦、资料全部都下载到一个就放一个工作表的话，哎，也可以试做看，不过难度实在太高了。上个礼拜讲，哦，那我又把做完的程式放在云端上了，哦，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再玩玩看，哦，就我刚刚讲的，这边总共好像几个，这个是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个清单里面有十三个资料，十三个表格资料，我希望把十三个表格资料全部都放到 Excel， 变成十三个工作表，那工作表的名称也要按照上面的清单来做出来的话，哎，这怎么做 ？OK 哈、哦，来画面先再还给各位哈、哦，那先试试看。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再哈、哦、来看后面的部分。